箴言第31章第31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我想俾你知道，当我哋用铁匠核管列国嘅时候，我哋负责做出题，我哋去出题 OK 吓，即系话咧，我哋明知个答案系斯利基督教，但系前边嗰啲教咧。是哪个创造出来的历史里面是辛苦。而其中一个 Freemason 是哪个创造出来的是辛苦。是神容许那样东西出来的。或者你觉得哇好奇怪啦。这个就是启述讲给我们听啦。启述的四兽是哪个创造出来的。我们在历史上看过这个四兽啦，是不是马代波斯啊、巴比伦啊，是不是，或者这个金头银臂红腰的这个半泥半铁的脚的这个像哪个创造出来的。我哋知道，甚至连巴比伦咧，佢哋立国与灭国嘅年份咧，甚至拉线啊，每一样都话俾你听咧，巴比伦系边个创造出嚟嘅？系神啊！但系神藉着边个喺历史上创造佢出嚟嘅？系辛苦啊！明唔明啊？如果唔系，点解巴比伦嗰埲墙灭国嘅时候，嗰埲墙嘅拉线会竟然系 match 翻嗰个年份嘅？系咪？你谂下几恐怖？而历史上好多呢啲我哋定嘅度量衡啊，或者系点为之主前主后啊，边个定出嚟噶？系辛苦啊！你知唔知道啊？系背后用铁匠核管列国嘅呢一班人啊！即系换句话讲，我而家再次重复一次，就系点解我哋要喺历史未创造之前咧，我哋而家有一个叫做现代嘅作出考试。而我都强调就系，其实我哋完咗呢个结束咧，历史先至开始被创造嘅，就系咁解。因为个主考官都未被塑造出嚟。个主考官而家喺历史上考紧啦，而家系咪？而点解我哋更加知道而家历史都未出现出嚟呢？原因好简单，就系话而家我哋现时咧系时间中嘅绝对存在，但系曼德拉效应已经话俾你听，今日我哋讲紧嘅历史系咪可以变紧嘅？而家明唔明啊？如果我话佢未存在啊，都已经系一个叫做容易接受嘅一个嘅，因为时间上按住时间嘅理论，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新嘅我创造出嚟嘅理论嚟嘅。关于时间已经好多人嚟咁讲㗎喇。但问题就係话曼德拉效应就佢唔係好多人咁讲㗎嘛。係咪喺历史上面。而家你睇到曼德拉效应要话俾你听呢，根本历史点止未创造佢仲可以变添。即係个史题根本仲变緊嘅可以。係咪，咁即係话而家你手上呢个史题呢里面所讲嘅嘢呢根本可以係未存在都得㗎。不过为着係咁样呢，佢用呢种嘅逻辑啊辩论啊去考验緊你啫。係咪，我哋就喺咁嘅身份，我哋而家回紧，我要咁做，咁做，咁做。好啦，但系问题，当我哋回咗之后咧，我哋其实系被塑造，攞住呢个铁像咧，我哋翻翻历史上面去制造呢一啲咧，我哋喺史提见过嘅呢个历史嘅。而喺呢个历史当中咧，你先至见到主耶稣基督真系行公义啊，真喺里边所有嘅审判啊，都系凭藉着佢嘅公义，就系咁解啦。明唔明啊？因为点解？因为当我哋完成晒呢个嘅6000年嘅进程之后咧。我哋会再喺7年大灾难回合翻主耶稣基督，所以嗰阵时形容嘅主耶稣基督，点解明明佢啱先就系救主钉完十字架，跟住就话佢系审判系凭公义嘅，佢都未经历过审判，点解已经嗰度讲咗系过去式嘅咧？原因就系因为主耶稣基督同我哋一齐喺呢6000年里面真正经历之后，先至再翻去咧7年大灾难，带住呢个身份去审判列国噶嘛，系咪？咁所以变咗而家你会睇见点解神要俾呢个考试我哋。而并且点解会咁样塑造？原因去塑造一个咧，系唔单止有资格去掌管，并且系经历过掌管嘅，先至可以坐佢嘅宝座啊嘛，系咪啊？即系话你有资格掌管就算噶啦，系咪？其实我哋经历过掌管，但我哋经历喺边度做掌管啊？而经历嘅过程当中，亦使我哋能够进步啊！我哋所经历嘅就系用翻我哋嘅历史，所以原来成个历史啊嘅呢个选择题咧。所有咁无限地咁接近正確答案嘅所有其他选择题呢，其实係辛苦创造出嚟。而喺呢个创造过程当中呢，佢亦隐藏咗好多共同信息呢，去俾我哋知道呢，政治係被掌管嘅。我哋所讲嘅基建係被掌管嘅。我哋所讲緊嘅战争呢都係被掌管嘅。呢个就係我哋曾经讲嘅玫瑰战争里面嘅共同信息一样啦。咁所以返返嚟嘅时候呢，而家我哋讲返个 marker 啦。所以变喺历史上面呢，神俾摩西嘅 marker 呢係一个影儿，但係而家佢俾辛苦嘅 marker 呢係同摩西嘅时代唔同。就係咁解啦。
因为我哋系真系个掌管者嚟嘅，我哋真系咧喺历史上边咧，我哋会变成一个咁样嘅身份嘅。而事实上咧，神咁做嘅时候咧，就要全世界啊，明唔明啊？而家你就明白啦。如果历史上嘅真正背后掌管者系辛苦嘅话，咁你就明白点解全世界世界末日嘅时候，佢哋知道呢件事实嘅话咧，点解连君王啊、首领啊都可以话咧嚟朝圣咁样咧，带住佢哋嘅资源咧去到石安咧？而家你就明白啦，点解啊？因为个身份同埋态度咧，诶，可以话咧，好多嘅领袖，好多愿意信主同埋跟从神嘅人咧，佢全部纠正翻佢自己嘅态度，佢净用咁嘅态度嚟到咧去参与嗰个复兴啊！这个而家你就明白，完全都合理啦，系咪？因为而家我讲紧啦，就系而家你亲眼睇见，而家神用共同所需要做紧呢个 marker 咧，就系为咗去制造咁样嘅感觉。就是为了改变全世界对于辛苦的态度。而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呢，是一个 last chance， 就好像这班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呢用逾越节度过他在埃及最后一晚呢，是 last chance 了，他们一定要做的了。而并且呢，你看到任何其他时间去行逾越节呢，做不做都无所谓，但是问题是那一晚呢，他们不做就等于死，是不是？等于死长子了，起码是不是？因为灭命的天使呢会经过埃及的全地嘛。一样而家嚟緊都系咁样。所以变咗你睇到而家系 Oracle 嘅时候，系神嘅神谕嘅时候呢，而我哋可以话呢，喺呢一刻呢，我哋究竟系得奖赏啊，我哋甚至喺呢个过程当中去晋升啊，定系呢呢个过程当中成为受审判死喺七年大灾难嘅人呢，或者甚至留喺七年大灾难当中受苦嘅人呢，就而家当我哋见到神去咁样做嘅时候，其实就係神想表达緊呢样嘢俾我哋知道。因为当你肯睇圣经嘅时候呢，其实你应该开始发觉唔系好妥㗎啦。即係话而家全世界，即係就算係基督徒啊，佢已经发现真係唔系好妥㗎啦。但係问题呢，当呢啲人去见到神喺你身上所做嘅呢，佢哋再唔識反省嘅话，呢、这个就会成为佢哋嘅审判。箴言第31章第31节。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月亮成圆蛇缺，告知蛇光流逝，亦如是人生中被笑交替。一直潮来潮退，也许回忆消逝，但父神口音未曾荒废。星空摇晃，神恩典传流千世，诸天众星辉以上帝作为，心知道光阴飞逝，生命可贵，全能上帝是我珍惜敬畏。